到40岁了，我依然还在，奋斗在拳台上面。所以说，对我来讲，年龄只是一个只是一个数字，然后对我来讲不代表什么。年龄不会影响我什么，然后我知道我的目标，然后就是世界冠军，然后我就冲着这个目标，其他的东西都无所谓。然后你只要经过系统的训练，然后有一个规律的生活，然后把自己的身体状态调整得最好，这样是就可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志雷，来自中国的一名职业拳击手。4月15日，我将与乔伊斯进行拳王争夺战，请大家多多关注。最大的看点应该就是他也是奥运会银牌，我也是奥运会银牌，然后我们两个体重又差不多，身高又差不多，两个人他是对也是进攻型的，我也是进攻型的，然后就相当于两个对抗啊，一定会非常激烈，所以说这场比赛呢一定会非常精彩。Yeah, I'm ready. Yeah. 如果赢下这场比赛，我就拿到强制挑战，强制挑战就可以挑战WBO 的世界拳王，这离我的目标不差一步。如果输了的话，然后就再重新开始，再去争夺这个东西。我是一个左架选手，因为在重量级里面，左架选手非常少，然后他们打有时候打左架可能不适应，左手是重拳。所以说他们很难防到我们的左拳。Easy day, fight us. Thank you. 感谢你们的支持与关注，然后谢谢你们关注我，然后我会让世界再次见证中国力量。我希望有一天，中国的拳击像乒乓球一样，像中国的乒乓球一样全面开花，然后被大众全部接受，然后都融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来，然后这样对中国的拳击发展会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。好，你要吗？